全部给它剪开倒进去。三锅，不是三袋啊，给它调成一锅。这三袋是九米九，三个口味爆米花加起来是什么味道啊？吃爆米花还得吃传统口味的，是不是？奶香、焦糖、巧克力，这三个口味还是大多数人比较喜欢吃的。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？看看这三袋能做多少爆米花啊？能不能爆出满满的一大锅啊？搅拌均匀啊，受热均匀。就这么一直去搅拌它就行了。呀，这是一个铁锅，导热比较快，你看瞬间就热这个锅，可以提前热锅呀，也可以不提前热锅，都是可以的。你想咋做就咋做，反正跟三合一都道理，就像冲咖啡一样，有喝过三合一的咖啡吗？一个道理啊，一股脑子直接倒进去就完事儿了，超简单，也超好吃的。哇哦，看到吗？温度上来了，盘子鼓包了呢，盖上盖的吧。他妈，下锅了，我的盘子坏了，牺牲了我一个盘子，我得乖小伙一点，我要铲一下中间呢，不行，我得铲一下中间。哎呀妈！哎呀！立马下锅了，天呀！下锅，关火。哇，这一大锅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！哇塞，还行，还算挺成功的，就是我的铲子牺牲了。